台中丰原一名钟先生将爱车停在了家门前，这时候呢，一对情侣刚好吵架路过，男子一气之下拿起路旁的交通锥狠狠砸向轿车的挡风玻璃。钟先生出门上班时发现爱车变成了这副模样，非常的生气，立刻报警处理，事后也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脸书，别人吵架自己的爱车遭殃，也让他非常的无奈。前方路口，一对情侣远远走来，边拉扯边吵架。男子一气之下，顺手拿起一旁交通锥想攻击女子。女子出手抵抗，男子份额砸向一旁轿车挡风玻璃。接着，两人又是一路拉扯的离开现场。只是轿车被交通锥这么一砸，前挡风玻璃碎成两大片蜘蛛网状。车主出门上班，发现爱车成了这副模样，不止傻眼，更是满头问号。我很无辜啊。对，我车子放这边好好的，我也没有跟他们有什么瓜葛，有什么纠纷啊，就砸到我的车，砸完之后，他们两个不知道是心虚还是紧张还是什么，啊，就突然手牵手就快步的离开了。事发四号凌晨六点多，台中丰原育才街上，24岁的范姓男子喝醉酒与女友发生争执，两人从住家一路吵到大街上，一时情绪激动，就持路旁的交通锥砸毁轿车挡风玻璃。起因范姓嫌犯与女友因故争吵。与被害人不认识，也没有仇恨或纠纷，且表示愿意赔偿被害人车损费用。警方调查，双方不认识，也没有纠纷。范姓男子事后也道歉，表示愿意赔偿，但对车主来说，觉得无辜又无奈，不排除提告。记者陈世杰，台中报道。